尿气窄路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们今天来苗栗山湾旅行。行程结束的时候，我看到附近有一条尿气窄古道，这名称非常的特殊，所以就顺道过来看看。这里属于头份镇的尿气窄的气，客家话的发音是窄。我有看到地图，这边的地名叫做尿窄，所以尿气窄客家话的发音应该是尿灾啊，尿灾啊，尿灾啊。从这边往前走500公尺，可以抵达尿灾啊的一个山洞。这一条马路也是可以开车进来，不过想距离不远，我们就用走路的好了。这里的山是峭壁地形，几乎垂直。前面这片平野就是中港溪的河岸地。这里有指标，尿气窄撩窄啊古道，尿气窄撩窄啊，地名的由来说法不一，有说是原住民语的音译，已不知其意，也有一说是这里的小粪坑溪，溪水流量少，断断续续，像尿水滴滴而下，所以称为撩窄啊。这里最特别的是有一个长60公尺的岩壁隧道，昔日山里的农家运送农产品经过隧道之后，再从中港溪的竹排潭搭乘竹筏越溪到市区贩售。旁边这里有一间伯公庙，这是撩窄啊伯公庙，福德正神。这座庙是民国85年改建的。走到伯公庙这里就没有任何指标了。我前面那边好像有一条步道，啊，这边有一条步道，那就走走看。哦，就在前面，走进来不到1分钟。哦，这里有导树。哦，看到了，这是从伯公庙上来的石阶。哦，这里也有路，那待会回程我们就走这边出去。哦，看一下，60公尺而已。可以啊，还没带手电筒。有人工手电筒。哇，蛮酷的。会不会有蛇啊？会不会有蝙蝠啊？走走看，欸，你帮我打灯呢。你我打上面好不好？我蛮烂的。你的手机拿来一起打。只有60公尺，我感觉好遥远，有一点恐怖。要出声音。嗯。哇，这高1.7公尺。低头。哦，山壁蛮原始的。神明寿命啊！哎，还要走回头路吗？对呀。啊。还要走回头路啊。嗯，你进来干嘛？自己吓自己。看到亮光了。还好地面还蛮干燥的。我看到出口了。啊，这是出口。好，我们走过隧道了。哦。前面的农路应该已经荒废了，这里的溪谷像个小峡谷。后续的古道看来路况就不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在这边折返，我们往回走了。
哦，老婆自愿走前面。哦，回程感觉就没那么恐怖了。哎，等等我了，不要走那么快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我会跑。走出来了，尿气仔，尿仔要隧道，啊，蛮有特色的一个隧道。我们刚刚从这边爬上来的，通往伯公庙。回程我们就走这条小路，看来这应该是正式的步道，刚刚没有注意到这边的路口。步道路口在这里。啊，不过因为地面太脏乱了，所以刚刚以为这只是产业道路。这是往尿气仔隧道的路口。我们刚刚是走这里，从伯公庙那边上去。雕仔要隧道这里真的是一处秘境景点，啊，很适合夫妻情侣来一起来探险，啊，非常刺激。我们现在走产业道路，回到我们停车的地方。刚遇到一位农民，啊，趁机跟他请教，他说就是念寮宅啊，没错，所以这是寮宅啊古道。我们回到寮宅啊路的路口了，我们今天造访寮宅啊古道、寮宅啊隧道，来回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算是很轻松的轻旅行。啊，不过觉得这个景点蛮有特色的。啊，地名也很有意思。这个地点详细的交通资讯，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这样看起来像无头鬼耶！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。哎，要去哪里呀？回来，回来。